不过你的左右逢源兄现在好像变成绿营操作的对象，尤其像林楚英又说您是政治渣男，那尤其又现在又是又要接近2024，会不会变成说抗中保台是他们唯一的胜出派？那当然选举到了，英文叫 irritable， irritable 怎么办？就激动。或这样来，有时候就选举到了总是会比较不正常，选举过了就会慢慢恢复正常。或这样来啊，我们还是那句话啦，冷静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越是危机的时候越要冷静。所以以前我在台大当小医生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老师，你知道，他平常会骂人的，开刀不顺的时候反正很安静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摔东西血会止掉，所以越危机的时候越要冷静。